等到我做菜，先把调料堆里面的鸡精、味精、添加剂拿来丢到垃圾桶，然后你会发现，好吃还不加添加剂。这个是姜水、葱水，这个是泡姜葱花椒水。你泡味道的话，这种粉是最出味的。加多加少在于你的品质，花椒的品质。开水，冷水，不要太多水了，刚好泡到就行了。就是陈皮，开水泡，这个要提前要泡差不多半个小时哈，泡的有点胀。好了，鸡胸，这个实际上呢有两个炒法，一个是用鸡胸，还有一个是用鸡腿。今天就用鸡胸，它两个味道差不多，口感区别是比较大的，炒法也有点区别，有时间也可以做。鸡皮就不要了。那就把切成丁，就大概就是这么大一颗颗的。老火锅了，唱歌都唱了三十多年。然后这个要时不时的翻一下，加点水，因为水太多了也不好。花雕酒，拉味的话就不用加那么多。然后就是这个姜葱花椒水，把挤出来全部味道。所以说为啥子切水不能倒多了呢？倒多了的话，你到时候这里面就全是水了，也不好。生抽，你看还多不多哈？因为后期还要调味的，前头相当于给加底味，盐、糖，这样啊，最少得了25分钟，那味道全部进去。好了，放了好油哈，先弄姜葱油，我以前教过的。姜葱油、姜葱水都浇过，慢慢把它垫点儿，有点焦红的就可以了。过的话就有糊味，这个是必须要小火慢慢弄的，你不能啥子时间晚了就大火去弄，就要提前弄。它弄好以后，你再弄那些其他的调料都行的。干辣椒、干花椒，这个是二荆条，辣椒辣度都是不一样的，辣度、香度都不一样哈。我一直首选是二荆条，然后花椒，花椒的比例你根据自己的品质来放。麻味要低于辣味，这个菜。然后你看这个吃水吃了好多了，你看，如果你泡的那个不吃水的话，它会吃很少的话，说明它本身的干度不够，这种的话容易坏，稍微潮了也把烘干，这个时候你软了，果香味儿哈就出来了。这个水是要舀的，不能倒了。切成小块儿，尽量切成对形，丁对丁，片对片。我这个用料在8克左右。但是这个干度它稍微有一点儿区别的话，你的影响都很大的，所以就大概一个量。还有就是出香味，这个陈皮是当配菜，就都会吃的，就放到一起下的。这个是胡子酱油，我也教过的，要不到了点儿哈，一点就行了。老抽，就比这个胡子酱油多一点了，都要提前把它调好。生抽。基本后期我不加盐的了，就这个样子，就是用酱油来取代，因为现在的酱油本身就很咸，要搅拌均匀。你没得胡子酱油最差的话，你都要用老抽、生抽。然后就开炒，这个是家里面的做法，不要说都是直接下油锅炸，这个就是要炒干，火候菜，同样是火候菜。前面要把它炒到接近于干，然后再下水，成长水和原理，最后你吃的那个味是生水的，就是在表面的。这个时候它就是要出水，把那个水给它出来，要再加水。鲜香味都已经出来了。我之前就说过的，所有的鸡料里面，还加鸡精味里面那种都属于是大火一家调料多，和快打屁的。这个时候油就开始变金色了。筷子是有触感的，我每次都要重复这个话。你感觉到鸡块一泡开是有点变得有点嫩，这个时候差不多了，该下东西了。先下这个就干羊，先下这个干羊，然后慢慢的一层一层的味道就进去了，层次感非常丰富的一个菜。等下前提记好了哈，这个过程算是中火偏大一点的火哈。这个是一个大菜，然后这个时候就加调料了，整个香味就已经出来了。你看油也是金色的，这个是鸡清汤，没得鸡清汤加水也行。
层次感少，差一点。我反正就不停的每个视频我都重复我的话嘛哈。提醒呢我也教过，这个是老井水，这个就是泡陈皮的水，陈皮需要一个香料，炒的时候根据自己的那种特别第一次吃，你根据自己口味来调来加，不一定要倒完。一般就吃惯了的老饕，这个水它是要加完的。陈皮鸡嘛，你肯定味道有，陈皮的味道非常突出的。这个是刚调的酱油，还不加下去。白胡椒粉儿，这个就不加那么多了哈，不然太呛味了。糖的多少，根据你的辣椒的辣度来调。它虽然没有加豆瓣，它也算是一个复合菜，只要味道超过了几成，它就是一个复合菜了。基本就保证最少都是中火大火收，它这个是要最少收干的一个菜。你如果这个时候尝味道的话，它不是那么咸的时候就可以了。如果这个时候你尝到刚合适的话，你最后就寒了。这个收汁我以前讲过，大火是不是给人转的话它更快，好香啊。请用龙说的快好的时候快好了，不是说完全的干的来从牛肉干的更好。有汤汁吗？哦，它口感吃起来是有点干了，有嚼劲，但是有点汤汁的香味。跟每一样那种香料嘛，那种味道都肯定都是必须的，这种味道。好了，开火加最后一个东西，香油不都不要多了哈，这点就行了，提个味，关火下香油。味道它说的重啊，是啊，陈皮鸡，这个菜就是不用勾芡，你看它看起来勾芡，对，感觉那个瓢儿可以舀起拌饭碗，非常香那个汤，但吃了能吃辣的哈，家里面弄就这点好，它就是麻辣度你可以自己调，嗯，陈皮。这个菜下酒也巴适得很。嗯，个煎蛋汤，陈皮鸡丁儿，老川菜。一片陈皮，一个鸡丁儿，巴适得很。嗯，吃饭，再见。